其实我不意外，你马子不乖。三不五时你说要带他堕胎，说真的会不会傻的是别人家小孩？你说我在乱说，我也只是听说。你在想到底是哪个人把这新闻乱炒？老实讲是你马子太爱乱搞，反正都要决定分手，那有什么好怕？只是大家看到那女的脸同一句话，他说你摩托更好，我也说你摩托更好。根本没差吧，这也不是第一次，反正没差啦，这不一定是坏事。他变了，不再是你以前认识的，但是最刺激的不也是你刚认识的？你摸到更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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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摸到更娘。不信你去问小陈，他也说你摸到更娘。让全世界知道你摸到干呀，我的习惯喜欢刺激，年龄差距根本不是问题，要成就不知不觉必须这样搞定，要动我动来是我的座右铭，简单来说还是我平头，前门关上后门进攻，一直上口玩得在风，就连机台我也学会关心左右。看见你话也不会伤我，撒谎把话题是我开头，想想办法是马子少说累了，你说带着怀疑们的规则，从你出家门马子给你拥吻，你出门马子给你一起唱一起唱。他怎么可能会啦？会啦！你莫偷看呀，你莫你莫偷看呀，你莫偷看呀，你莫你莫偷看呀。你去问小陈，他也说你摸头更娘。不信你去问家里，他也说你摸头更娘。不信你去问瘦子，他也说你摸头更娘。让全世界知道你摸头更娘。哎，智障好久不见，你跟你新马子最近还好吗？一切，我跟你说，小陈也换了新妹。跟你在这去把妹。看你，看小陈几个月，哪一次以为女人也会在那边？什么？什么？手机忘了充电，哎，不要说，他在叫我，他在什么？你在乱说，发生什么事情不能这样乱说？你也晓得是不是？杨大明，哎，你把头盔给我，不是，你把头盔给我，不是，你把头盔给我。你摸头看呀，你听到了没？你摸头看呀。你摸头看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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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敢下跌，刚刚那个人如果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的话，有没有？他一定会说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